Ta-da! What's good, everybody?刚刚挡到别人，再一次。Ta-da! What's good, everybody? Welcome to my vlog. 欢迎来到我的 vlog。当你看到这个开头，你就知道今天又是三分钟出料理的时间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会邀请两位我们这个品尝者，因为呢，我们秉持一个原则，就是厨师呢是不会吃自己做的料理。那我们就把镜头转到厨房。今天要做的这个是旋转马铃薯，对，旋转马铃薯。但我现在就要考验我的技术了。我们现在要做这个，我们要把它切成一片一片，但是不会断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为什么你觉得这样好玩？是可以练刀工。哎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呢，我们这个螺旋马铃薯我已经切好了，刀工是非常好的二厨。现在怎么办？摇一下镜头啊。对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做这个千层马铃薯，一样是考验刀工的时候。那千层马铃薯就不像刚刚的这个螺旋马铃薯，我们这边呢底部要留，那上面要先切成一千层。那我们就一层一层，然后就看，应该有千层吧？有。对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呢就要把我们刚刚那个预热的这个奶油呢涂上去。然后就可以进烤箱了，开始吧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奶油，刚刚已经隔水加热过了，我们有加奶油，还有一点这个意大利的香料粉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要加一个橄榄油。然后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我们的奶油，还有橄榄油，还有一点新香料呢，淋在这上面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进烤箱了 ，Go！ 我们再把这个。淋一下，把我们的这个奶油酱淋一下。现在我要把这个洋芋片送进去。弄手。那我们做完了，那这个是我们的螺旋马铃薯，是我们的千层马铃薯，这是最后我们的二厨洋芋片，这是二厨的早餐。那我们现在就请二厨帮我品尝一下。那这个三分钟料理非常简单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，可以在家里自己做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喜欢可以来订阅跟分享。喜欢这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分享，好，拜拜。